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信杰。我想受到整个昨天台积电法说会低于市场预期，台积电的一个直接开低在走低重挫一个拖累之下，台股早盘是一度大跌250几点，随后在所谓的一个不管在金融航运股或者在其他电子股的一个往上拉抬的一个带动之下，大盘指数今天是一个开低震荡走高，最后是下跌了138点，收在17895点这附近。好，那整个其实包含在整个台积电法说会低于市场预期，我记得不管从整个今年的一月或者今年的10月，甚至记得在前几天台积电法说会前，我还在节目当中上一页提醒你，我说其实每一次台积电法说会后，你都要提防是短线，短线一个利多出尽，不管一月四月，你要发觉这件事情，只要台积电在法说会前有先往上做一些拉升的动作，法说会完的台积电短期间都很容易，不管有高无高都是短线一个利多出尽。如果是优于市场预期，那今天台积电顶多给你反应往上反应一两天，也是要拉回整理。那当然低于预期就是直接拉回整理。那为什么会这么走呢？其实就是回过来就是信杰老师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你常常分享的，就是说股票永远在领先反应。如果当市场预期第二季财报不错，或者台积电第三季一定会优于第二季，对，股价一定会先做反应，绝对不会等到财报利多公布的时候股票再做反应动作。那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想的都是对的。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当整个台积电今天受到台积电的影响，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走低，开低震荡走高，最后下跌138点，接下来下礼拜你该怎么来操作？我想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昨天不是上涨188点，收在几乎最高点18034点吗？我想我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你讲得清楚，短期间我还是比较倾向，正如同我在上个礼拜送给你的七月份的关键报告所讲的大盘走势目前为止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对整个下礼拜台股的一个走势，我想过去既然这段时间都跟我们所预期的大同小异的话，那没有需要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去做任何的修正，短期间就是在18000的一个上下剧烈震荡一下给你急涨大涨100-200点，但是一下也可能给你急跌100-200点，甚至200-300点下去，这就是短线会做剧烈震荡或盘间，重点选股在选股。好，第一个股票在股票操作就是重点在选股。第二个，如果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竟然短期间是一个剧烈震荡，那就代表是说连续的短线的一个急涨，你不要有时候特别是来到短压区，你不要过度的追价，追价做多，你很容易追在短线的一个相对高档。但是如果短线有极快速的一个拉回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因此恐慌害怕到时候又自己多单停损或者放空在短线的一个相对低档，又被人家轧空上去。那我讲过，如果是一个区间剧烈震荡，短期间是一个区间震的剧烈震荡，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大家都知道区间震荡最忌讳就是过度的追高与杀低，因为在区间震荡过程当中，你过度的追高杀低，你都很容易被人家多空伤疤，直接被人家扒出场毕业或者受创伤。那我讲过的，如果在整个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软体指标是最容易造成让你被人家多空双疤的。为什么软体指标是最容易让你害你被人家多空双疤？因为我相信你都知道嘛，市场上的软体指标几乎都是落后的指标如果大涨一定出现买进讯号，昨天大涨188点，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你看哪一个软体指标会可以出现卖出讯号吗？但是今天直接跳空大跌200多点，今天跳空大跌200多点，请问哪一个软体指标又会给你出现买进讯号昨天大涨软体指标都叫你做多，今天大跌软体指标都叫你多单停损出场然后反手放空，那你昨天大涨去做多的，你追到最高点今天马上被杀200多点，那今天被杀200多点，你的软体指标出现放空讯号，你今天又跑去放空的，拍谁今天给你开低走高往上拉，你今天空单又被嘎了100多点，我讲的没错吧？这个叫做多空双疤。但是如果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你跟着信杰老师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你跟着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来操作我不敢说我是神100%，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截至至少到整个昨天为止，我们累积的实战绩效191胜23负，胜率仍然高达将近90%胜率，
你就知道，只要信杰老师不出手则已，信杰老师只要一出手，几乎有高达将近九成的胜算。好，那整个针对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今天带着我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在早盘急杀的过程当中，开低大重挫的时候，我们在17800点上下，我们经常做多。好，我也在整个盘中，好通知所有信杰老师的一个，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 Line S 的粉丝团的盘哦，粉丝团好友们，透过粉丝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告诉大家我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在17800点上下穿加成交，这边进场做多。那我相信你在盘中震荡，你自己去找点做多的。好，你最后今天收在17895点，你今天只要进场做多的，你都是赚钱的，至少今天将近百点的价差。那这个多单我出的没有，我想我待会在节目当中我再跟你做分享。另外，有些是投资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当航运股连弹两天之后，如果你手上有航运股的，不管是之前在高档套牢的，或者你在这两天。你有听信杰老师，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的一个操作建议，你进场去抢反弹的，抢短的，这两天你大涨上来，你有赚钱的投资朋友，下个礼拜该如何操作，我待会告诉你。另外，在整个我也讲，在一直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投资者强调，今天已经7月16日的，距离8月15日以前，听清楚哦，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哦，8月15日以前要公布第二季财报。但并不代表所有公司都一定要在8月15日公布。你看台积电昨天公布的，你看大立光上礼拜公布的，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公司在下礼拜陆陆续续公布所谓的一个第二季的财报，好，甚至有的会在7月底8月初。所以如果第二季财报好的，第一档第二季财报加的股票，或者现在已经进入7月份，进入下半年旺季，好，第一档的第二季财报好的，或者第一档的下半年旺季的股票，我认为在未来这段震荡逢回过程当中，你都可以特别做锁定留意。好，你如果想在未来这一两个月，好，轻轻松松，好，买得安心，抱得放心，最后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在股票上赚到波段大钱的人，好，你都可以从信杰老师跟你讲的选股方向去选股，第一档的第二季财报好的，或者下半年旺季的股票。那你说下半年旺季好的标的，好，其实谈了很多。就如同我在过去这一个多月跟你谈到的，如果你真的不晓得要买什么股票的人，买什么股票几乎是叫做送分题，也就是直接在黑板上送钱给你赚的，那就是你买平盖股，对不对？我说你看，按照过去这几年来，你只要6、7月逢低买平盖股，8、9月苹果新机开始大拉货，平盖股的营收获利在8、9月营收获利开始爆冲的时候，你逢高获利出，你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今年到今天7月16日，你的胜率叫做100%。就如同你看到我们从5月底6月初到整个今天7月16日，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带你操作的瓶盖股，我在整个粉丝团里面公开跟你免费分享的瓶盖股，从整个台红、华通、台骏、GIS、GISKY、鸿海到小 GIS。好，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跟你陆陆续续的一档接着一档推荐的总共6档的瓶盖股，至少这6档瓶盖股你到今天为止你都可以稳，你都是赚钱的，你都是稳操胜算的。那推荐6档瓶盖股给你做，不是一天推荐6档，是最近这将近一个半月时间陆陆续续的一档接着一档推荐第一档瓶盖股给你操作，推荐6档都让你赚钱，这不叫胜率100%吗？那100%胜率，你不跟，你不做，你老是喜欢好高骛远，老是喜欢舍近求远，老是喜欢赚快钱、贪快钱，想要一步登天，老是在那边当日冲、隔日冲，什么短线操作，或者追逐什么所谓的短线名牌标股。当然，如果你过去这一个半月，你自己。或者跟着其他专家操作有赚到更多的钱，信杰老师绝对恭喜你。但是如果你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不管你是当日冲、隔日冲、短线操作，或者在跟着其他专家在追逐短线强势股或名牌标股的，搞了半天你做的胆战心惊，对，你追股票追的胆战心惊嘛，每档股票都在追高，追高之后最近指数剧烈的震荡，指数会剧烈震荡就是很多股票剧烈震荡，但是在个股的剧烈震荡过程当中你报上报下，对，一下你手上股票一下急拉上去，
一下又可以急杀下来，急拉去追，急杀下来，你又担心害怕，又停损出场，追高杀低，搞了半天你没赚钱，投资朋友们，你何不回过头来，好、哦，下定决心，或者你试试看，从下礼拜开始，你真跟着信杰老师买低档的，好、哦，低档的第二季财报好的标的，低档的下半年的获利的成长股，可不可以让你在接下来这一两个月，让你在股票市场轻轻松松赚得开开心心？我相信你都可以试试看。好，至少至少到今天为止，好，我用我的方式带着我的家族成员，我用我的方式带着信杰老师的，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ite 粉丝团，我透过粉丝团的盘中的免费讯息，带着我粉丝团好友操作的股票，到今天为止，我想不用我多讲，事实胜于雄辩，真金永远不怕火炼，好，有绩效会赚钱，永远不用过度为了做生意收获过度吹嘘绩效。你看摆在现在，我们的股票就是在赚钱。好，那除了说瓶盖股之外，从整个五月底到整个最近上个礼拜七月初，好、哦，陆续推荐的六档瓶盖股给你做，到今年为止六档瓶盖股你就是赚钱的之外，包含这一档56元上下，今年很赚8到9元的低档电子股也是在赚钱啊。那如果你是眼尖的投资朋友，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奇怪的，怎么今天变成56元上下的？哦，半个月前我在跟你讲这档股票的时候，我是写50块上下，对，半个月前我跟你写50块上下，上个礼拜，哦，你看到侧标，我还跟你写55块上下附近，但是到今天尾盘，对，到今天尾盘几乎收盘的时候，这档股票已经来到56元上下的，所以等于是说，过去这两个多礼拜以来，这档低档电子股已经从50块上下悄悄的震荡走高，上礼拜来到55元上下，或者前两天来在55元上下，但是今天的收盘价已经来到56元上下的。那从50元上下到55元上下，到今天56元上下，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有没有赚钱？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有没有赚钱？上个礼拜有来索取信杰老师送给你七月关键报告的投资朋友，你到今天为止有没有每档股票让你赚钱？我相信其实大家心里有数，都不用我当时不太多时间多讲。好，那你说这档股票从50元上下到55块上下，到今天收盘已经来到拉尾盘上去，已经来到56块上下附近，那下礼拜震荡还可不可以买？我想我待会在节目当中会跟你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的动作。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传产股的部分，特别是航运股部分，七月初已经提醒你，传产股短期会做剧烈震荡，小心短期过度最高的风险。好，那当航运股的这一波的一个压下来过程当中，好，我也提醒你了，对不对？一路的压下来过程当中，好，当时长荣跌到这边，连续的几根的一个重挫下去，甚至连续的跌停板，短短一个多礼�拜，长荣、阳明、万海跌了30几%，将近40%下来。我是在当天重挫的时候，长荣当天还在跌停板哦，哦，你不要，这是我盘中印的图，但是收盘是跌停板哦。当天我就已经提醒你了。跌升反弹的买点在哪边？哦，也就是告诉你，我在这礼拜三，哦，航运股在连续重挫，已经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个专家敢告诉叫你买，跟你讲航运股会反弹的时候，或者说很多专家因为之前过度带你追高航运股，长荣、阳明买在200多块，万海买在300多块套牢的人，沿路的急杀下来，你就看到很多的专家只是来安慰你而已。哎呦，航运股的基本面有多好，本业比有多低，你续报没问题，一定会解套获利，都在安慰你的时候，可是你很清楚知道，全市场唯有我七月初带你告诉你航运股将做剧烈震荡，带你避开的这一波航运股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急杀的一个风险，在短线的低档区又告诉你短线买点，我又在整个透过粉丝团盘中免费讯息告诉你短线可以买，高档套牢的人跌到这里不要杀的，要反弹的，好，空手高档有听我建议卖的人，或者空手的人，你想抢反弹的人，你这里可以去抢反弹。那如果你这边去抢反弹，不管长荣昨天涨停板，今天长荣是涨停板，也是两根涨停板送给你，没错吧？两根涨停板送给你。好，那当整个长荣、阳明、万海昨天跟今天两天反弹大涨上来之后，好，下礼拜航运股该怎么操作？第一个，如果就技术面而言，
你会发觉长荣、阳明都已经大概碰到十日均线的反压，有没有看到这边很清楚？哦，短线反弹上已经碰到十日均线反压，我在这边告诉你了，短线会反弹到十日均线上下。好，我没跟你说只是谈到五日线，我直接告诉你会谈到十日均线上下。那是不是这两天长荣、阳明已经谈到十日均线上下的？那谈到十日均线上下的一个长荣、阳明，长荣下礼拜一要出关，对不对？阳明下礼拜要开法说会，那下礼拜一开法说会的阳明，会不会是短线格力多出尽，还是法说会完给你公布第二季财报很好？好，那第三季展望也是不错，是直接要微型弹升大涨上去，还是下礼拜一二的长荣、阳明甚至万台提防法说会完，会不会跟台积电一样短线利多出尽，短线拉回震荡整理？好，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投资朋友们，请看信杰老师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好，换言之，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任何一档航运股的投资朋友们，好，特别是长荣、阳明、万海的人，你想知道下礼拜长荣、阳明、万海会怎么走的人，请你加入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那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是说叫你要花多少钱来加入我的家族团队，对，然后我才要告诉你，我好像你一定要付钱，我才要告诉你长荣、阳明、万海下礼拜怎么走。我也一直在再次的跟你强调，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 Lite 的粉丝团，这个都是免费的粉丝团。那我在粉丝团免费的粉丝团里面，我都会在盘中每天只要有交易日，只要有开盘，每天盘中我会给你至少一通的盘中的免费讯息，哦，至少一通的盘中的免费讯息。那在这个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哦，免费讯息里面，我就会告诉你下礼拜，好，下礼拜一长荣、阳明、万海你手上有的人你该如何操作。好，甚至我在今天的盘中免费讯息已经提醒你了，手上有长荣、阳明、万海的人请加入信杰老师粉丝团，下礼拜该如何操作。好，我在整个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里面已经讲清楚，我这里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那你说除了长荣、阳明、万海，礼拜三告诉你短线要反弹，礼拜四跟今天礼拜五这两天急弹上来之后，哦，你有去听我建议去抢反弹的，你这两天也赚了10%-20%。那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人说，信老师我就不喜欢那种急杀急拉的股票，那种做起来真的是很紧张，心惊胆跳，对，心中就要定起，而且这种在高档股票，对不对，跌升去抢反弹，总是觉得万一偷鸡不着蚀把米怎么办。那没关系，如果你对这种跌升的抢反弹的标的你没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我也讲过也没关系啊。好，如果你进来是看信杰老师的节目，你也知道嘛，你就是想在股票市场好买得安心，抱得放心，最后能够在股票市场不是一天两天，哦，不是这种长荣、阳明来抢短线的反弹，两天赚个两根涨停板，你要的是长期下来能够在股票市场稳稳健健赚波段大钱的投资朋友们。有啊，我还是有很多低档标的给你啊，所以你会发觉我几乎每一档股票都是在低档提醒给你，对不对？所以在低档提醒给你标的，那大盘这边我就简单，我今天的一个开低走高，我大盘这边先稍微做个分析，我没有改变，万八上下剧烈震荡或盘前，好，重点就是在选股，对不对？那选股待会再谈嘛。好，大财富今天在这边进场做多，收盘收在17895，我今天的多单还没有出，多单流仓出的我会告诉你，好，我的多单出的我就会在粉丝团盘中免费讯息告诉你，今天我带你做多，好，透过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我带你做多，我还没有出，好，下礼拜什么时候出？多单什么时候要出？一样，好，请加入信杰老师粉丝团。好，我会透过 FB 的股市群位，或者 Telegram， 甚至 Dice 的粉丝团，当我的多单17800点上下多单要获利出的时候，我自然会在粉丝团盘中免费讯息里面，只要我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穿价成交之后，这个成交的价位，我就会在粉丝团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跟你公开分享。好，那再拉回来，刚刚讲一半的，我说，如果你想要买的安心抱的放心的，我也讲了嘛，买第二季财报好的，毕竟未来这段时间就是陆陆续续要公布第二季财报好的，第二季财报，那第二季财报好的公司只要股价还在低档的，是接下来未来这一个月随时比较有机会股价往上表态反应，
第一季是第一季财报好的，第二个叫做第三季财报，第三季进入传统旺季的。那我在过去这一个半月也天天跟你讲，第三季传统旺季的，你不真的不晓得怎么买，你也不想去跟人家追那个什么本梦比、逐梦本一比、那个本一比好几十倍的一些，啊，逐梦的一些做梦的电子股。那我说回过头来，你也知道瓶盖股的本一比大概都平均只有八到十倍而已，那你可以来买这些八到十倍左右的瓶盖股嘛。而且瓶盖股每一年，你只要在六七月逢低买，八九月逢高获利出，你赚钱过去这几年来，不管赚多赚少，你至少胜率百分之百。你至少在过去这几年，你六七月逢低买瓶盖，八九月逢高获利出，你几乎是在股票上叫做稳赚不赔的。你几乎六七八九月你在股票上是稳赚不赔的。那有这种稳赚不赔的，随便做，卡打啦，青菜杯杯。就可以在股票上温坦哎，你为什么不要做？老是舍近求远，老是好高骛远，老是总想一步登天赚快钱。但是你觉得在股票上真正赚快钱有那么简单吗？还是那个都是遥不可及的梦而已？还是那个只是运气？还是你在股票上赚快钱有时候都是短期间行情热络的时候，但是长期下来？你真的靠赚快钱，靠当日冲、隔日冲赚做短线赚快钱，你长期下来真的有赚到钱吗？但是如果你照我的模式来做，你不觉得你就是经常在股票上赚钱吗？把在股票上经常赚钱，把在股票上赚钱当做你的第二个事业，把在股票上赚钱当做你的一个习惯，把它当做你的习惯。好，所以从整个之前华工大涨，在之前我跟你讲的台鸿，对不对？也是一样大涨上去，哦，甚至台鸿最高来到59。那我在6月17号卖掉台鸿，哦，你也知道，我把钱6月17号你记住嘛？我那时候卖掉台鸿，获利了结是资金转到65.6 GIS。所以每一档股票我都不需要你来帮我的家族成员，哦，我的家族成员，你不需要，你每一档股票你都不需要来帮信角式的粉丝团好友来抬轿，因为你知道我随时都有低档的底部的股票。好，推出新的标的，可以让你买在低档区，好，让你当个天生坐轿命，而不是等到股票大涨的，好，法人开始看好的，对不对？营收获利，那个营收获利，产业那个产业利多见那个见报的时候，你才跟着其他市场上的投资朋友，跟着其他市场上的专家去做抬轿的动作。信角式的家族成员，信角式的粉丝团好友们。你都知道我们是天生做教命，因为我们股票都是买在相对低档区，大涨获利出一半，好，这里台骏也跟你讲获利出掉一半，好 ，GIS 是6月17卖掉台鸿，资金转进 GIS， 那 GIS 也跟你讲130以上一定会来，那有没有来到130以上的？我相信你也看到的，那来到130以上，你也知道，我也公开告诉你，我们已经获利出一半了，等于你不管在整个过去这段时间，你买 GIS 买台骏，你都赚到钱了。台鸿跟华通一样，好，那当整个台骏大涨的，好，甚至包含上个礼拜送给你的农科，对不对？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两根涨停板，好，我告诉你设停利，我相信第二天的涨停板你都卖得到，因为几乎从头锁到尾，你在涨停板一定很好卖，你不需要等到震荡的过程当中再去跟人家追高杀低，对，两根涨停板你涨停价一定很好卖。好，那你看这个是农科，是我上个礼拜。送给你的七元关键报告里面，第一档叫农科，第二档股票是不是叫做台骏第二？好，哦，台骏第二，昨天也在节目中跟你公开的嘛。这档股票是谁？2317的鸿海，有没有在上个礼拜的关键报告送给你？有没有在上个礼拜，谢老师在粉丝团里面公开跟你分享这档标的？对，粉丝团里面公开分享，对，也在粉丝团里面告诉你，我的家族成员就是在113块上下附近进去买。哪个专家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只要家族我们的家族成员穿价成交，因为我们的成交的价位都公开跟你分享，对不对？让你可以让你去参考，最后信角式的家族成员有没有赚到钱？这叫真金永远不怕火炼，这叫真金永远不怕火炼。鸿海，对不对？鸿海昨天不是拉上去创的近期的一个波段新高，最高来到120。今天震荡完收平盘，收在119.5，至少你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你买红海一张也赚了6000多块，你买5张也赚3万多，你买10张红海，你最近这一个多礼拜你也可以赚了6万多块起来，是不是？第二档跟你讲的红海，送给你关键报告的红海，第二档又是赚钱的，是不是？这礼拜你几乎是100%在赚钱。第三档小 GIS 有没有在低档告诉你底部区这种营收获利开始大爆冲的股票，去年赚0.07，今年赚2块，明年赚4块的标的，好，那这档股票我有没有在关键报告送给你？有没有关键报告有没有送给你？那你上个礼拜索取关键报告的投资朋友，小 GIS 今天有没有在创新高？而且今天这是盘中我跟你在粉丝团分享的图，你不要忘了，今天收盘是收在这边，今天这档股票收盘是收在这边哦，是尾盘急拉上去，几乎差一点拉到涨停板哦。小 GIS 今天是尾盘急拉上去，差一点拉到涨停板哦。那尾盘急拉上去，差点收在涨停板的小 GIS， 现在股价在这边。那你说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你听我建议去买小 GIS 的家族成员。你上个礼拜索取我送给你小 GIS 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们，你有没有赚钱？那你回过来想一想哦，上个礼拜来索取我送给你的七月关键报告的投资朋友，你有来登记索取的，你有打电话进来索取的人。农科2根涨停板，鸿海昨天来到120创新高，今天收在119.5元、哦、再来小 GIS 今天尾盘急拉上去，差一点涨停板也是创新高。我可不是今天尾盘急拉才叫你去追价的咯，我们是天生做教命咯，我是像其他专家看到股票的，看其他很多投资者看到股票快涨停板去帮人家锁涨停的哦，我们不做这种帮人家锁涨停的事哦，我们是天生做教命哦，我们是在股票还没涨之前就跟你讲会涨哦，对，等到涨上去就创新高，我们就在赚钱了，对不对？上个礼拜送给你七月关键报告的股票，是不是第三档股票100%？到现在每档股票都赚钱。那你说小 GIS 到底是哪一档？今天就很多人问啊，谢老师啊，反正股票涨上去就很多投资都有理由。我上礼拜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忘了来索取你的关键报告啊。啊，我信教老师，我这礼拜才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我这礼拜才在偶然的情况之下看到你的节目啊，所以我上个礼拜没有来索取关键报告啊，我不晓得小 GIS 是哪一档啊。没关系，如果真的到今天为止你还不晓得今天大尾盘差点涨停板的小 GIS， 而且这种底部刚平台整理完刚上去的股票，你只要加入今天只要你加入信教老师的粉丝团好友们，我下礼拜一盘中我会把小 GIS 这档股票在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ite 的粉丝团的盘中免费讯息，我公开跟你分享小 GIS 这一档股票。如果你真的不管任何理由原因你到今天为止还不晓得是哪一档的，我下礼拜一我会在粉丝团，哦，那我哪个粉丝团？我再重复一次，哦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ite 这三个粉丝团盘中的免费讯息，我会跟你公开分享，甚至再跟你再多一点提示嘛。小 GIS 这档股票，法人的大概目标价在哪边？距离今天的收盘价，你大概还有40%的空间。距离今天拉尾盘差点拉到涨停板的小 GIS。距离法人目标价大概有40%左右空间，40%50万赚20万，40%100万赚40万，40%200万赚80万，你要不要赚？要赚的人，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加入信教老师的粉丝团。我下礼拜一粉丝团盘中的免费讯息，我跟你公开分享这档小 GIS。另外，好，我也讲的。未来这个月就是要公布第二季财报，之前在四月份我带你做第一季财报好的标的，延周一个月让你赚38%，实权一个月让你赚将近50%，威刚一个月让你赚了将近60%，那你说现在接下来要公布第二季财报，那第二季财报好的又在第一档股票，你会发觉这档股票你看嘛，我讲的对不对？已经来到56块上下附近了。差一毛要创波段新高，阿基斯我从这边51块52块跟你讲，到现在一直在悄悄的震荡走高，
就算之前短线拉上来之后再压回整理，我还是没有改变。如果第二季可以赚四块多，目前股价五十六块，第二季可以赚四块多，你觉得这一档股票就在这边结束吗？还是就像我所讲的，会不会这边一个区间整理平台以及接近尾声，随时要准备往上冲了？那如果一旦突破这个区间这个平台的整理，一旦这边突破上去，会不会这一档阿基斯速度准备加快了？阿基斯是哪一档？不要说你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你盖牌，因为我已经在我的粉丝团公开天天跟你分享了，我从这边低档就公开跟你分享这档标的了。不晓得哪一档的，那你说阿基斯来到这边可不可以买？下礼拜可不可以买？一定还可以买。哦，阿基斯这档股票下礼拜一定还可以买。那万宏，因为时间关系，这档股票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做分享，没关系。如果你有手上万宏这档股票的，后市该如何操作？你只要加入新角师粉丝团，我在粉丝团里面都有天天帮你针对万宏这档股票，透过了粉丝团，我天天都有在帮你做追踪。所以如果接下来，你想要买的安心，抱着放心，最后赚得开开心心的投资朋友，你可以加入信杰老师的家族团队，或者加入信杰老师的粉丝团，成为信杰老师的粉丝的好友。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